今天有课吗？今天有课吗？我喜欢冬天。我喜欢冬天。那是你的手机吗？那是你的手机吗？你喜欢运动吗？你喜欢运动吗？请帮我一下。请帮我一下。他们是我的家人。他们是我的家人。你在哪里工作？你在哪里工作？他们买了新手机。他们买了新手机。他是老师。他是老师。我想学中文。我想学中文。他们的家很大。他们的家很大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的衣服很漂亮。你的衣服很漂亮。我的手机在包里。我的手机在包里。他是学生。他是学生。我的朋友是小红。我的朋友是小红。他们想喝咖啡。他们想喝咖啡。他们想吃面条。他们想吃面条。我有一只猫。我有一只猫。你的房间有窗户吗？你的房间有窗户吗？
你的家在哪里？你的家在哪里？我喜欢打篮球。我喜欢打篮球。你会写字吗？你会写字吗？他们每天都喝茶。他们每天都喝茶。你每周都去超市吗？你每周都去超市吗？你家有几口人？你家有几口人？你想吃饭吗？你想吃饭吗？你喜欢吃甜食吗？你喜欢吃甜食吗？我每天六点起床。我每天六点起床。你们家有车吗？你们家有车吗？你昨天去哪里了？你昨天去哪里了？你的家乡在哪里？你的家乡在哪里？我们在学校认识的。我们在学校认识的。这个包很漂亮。这个包很漂亮。他们在学校。他们在学校。这是我的朋友。这是我的朋友。我们去过一次。我们去过一次。我在医院工作。我在医院工作。你们去购物吗？你们去购物吗？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
我们去了海边。我们去了海边。我喜欢吃水果。我喜欢吃水果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你的手机在哪里？你的手机在哪里？你的工作是什么？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喜欢红色。我喜欢红色。你想喝水吗？你想喝水吗？他们想要一瓶水。他们想要一瓶水。我喜欢吃中国菜。我喜欢吃中国菜。我不会中文。我不会中文。他们每天都看电视。他们每天都看电视。你的家人都在中国吗？你的家人都在中国吗？我想买这个。我想买这个。你们住在哪个区？你们住在哪个区？我的房间有两个窗户。我的房间有两个窗户。你们去过北京吗？你们去过北京吗？你们想去哪里旅行？你们想去哪里旅行？我的家人在中国。我的家人在中国。你会说英文吗？你会说英文吗？
他们想去公园散步。他们想去公园散步。我们想去北京旅行。我们想去北京旅行。他们想吃炸鸡。他们想吃炸鸡。我不会开车。我不会开车。他们住在城市里。他们住在城市里。他想要一杯咖啡。他想要一杯咖啡。你喜欢看书吗？你喜欢看书吗？我经常去图书馆。我经常去图书馆。我去学校。我去学校。我喜欢听流行音乐。我喜欢听流行音乐。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我们在图书馆学习。我们在图书馆学习。你家有宠物吗？你家有宠物吗？他明天来我家。他明天来我家。你们喜欢看电视吗？你们喜欢看电视吗？他每天都上班。他每天都上班。他们想学习打篮球。他们想学习打篮球。你的电脑在哪里？你的电脑在哪里？我们家有一辆车。我们家有一辆车。我们偶尔去购物。我们偶尔去购物。
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我是老师。我是老师。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车吗？你的朋友是谁？你的朋友是谁？明天是星期五。明天是星期五。我想吃火锅。我想吃火锅。我们住在市中心。我们住在市中心。你每天都锻炼吗？你每天都锻炼吗？他们在看电影。他们在看电影。我昨天去了超市。我昨天去了超市。我喜欢夏天。我喜欢夏天。我的电脑在书桌上。我的电脑在书桌上。你们在哪里认识的？你们在哪里认识的？我喜欢喝茶。我喜欢喝茶。我们周末一起吃饭。我们周末一起吃饭。他们在吃饭。他们在吃饭。我不想吃米饭。我不想吃米饭。他们每天都做运动。他们每天都做运动。这是我的书。这是我的书。这个电影很有趣。这个电影很有趣。
你喜欢听音乐吗？你喜欢听音乐吗？你每天几点起床？你每天几点起床？你会弹吉他吗？你会弹吉他吗？你喜欢什么音乐？你喜欢什么音乐？他们是我的同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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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